选择采集设置。一般扫描次数32次，分辨率4个分辨率。选择采集样品前采背景。点击工作台。选择测试范围 ，ATI 测试的话是4000到600波速。点击确定。再点击采样品。采背景。把样品放在 ATI 上，测试面贴着晶体，拧紧旋钮，把旋钮响2-3下就可以，然后再点击对样品。Thank you.